即将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杨帆，他在半决赛中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闯进决赛。It seems the Chinese team has been under a magic spell that has been keeping you from winning a Winter Olympic gold. 你说人家老魏来参加我们，咋一个个都那么开心？我擅长的就是后程超越，我不擅长女皇。就是因为你，又这么白白浪费了四年。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会自己承担。我们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，中国冬奥即将实现零的突破。要不要放弃比赛？你姐得回国家队，她为啥非得回去？你要诚实地面对你自己。这样的杨帆，应该是你爸最想看。弯道超越技术有那么难吗？这个0.01秒，快快快，一定能跨得过去。下一场5万米，我要领。这是我们这个集体这一代最后一次冲击冬奥会金牌了。我只是想要做一个队员，在赛场上为国家在拼。等我们拿下这枚金牌，也许比他们还开心。